天小编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位美女出道零绯闻，所挣的钱基本都用于做慈善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曾经有人说过，在娱乐圈里面最让人佩服的慈善艺人有两位，男的是古天乐，而女的就是江一燕。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女主人公。人物简介：江一燕，1983年9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，中国大陆女演员、音乐创作人。江一燕做慈善是从2006年的时候开始的，那一年他到广西巴马县东山乡小嘎牙村拍戏，后来舅舅决定要去帮助当地的村民，他也因此走上了支教的道路。其实一开始有很多人都对江一燕的行为表示不解，并且也不支持他，甚至还有不少人觉得他这是在作秀，但是江一燕并没有在乎别人的看法，依旧坚持着自己的支教之路，而且他也没有像别人那样只是去支教个一次两次，或者是就去那么几天的，他几乎是每年都会去几个月，还会将此拍成纪录片。支持我做公益的初心是爱，支持我做公益的初心是爱。在接触和帮助过这么多人之后，我现在的感受就是被爱围绕。我跟孩子们说，当你们难过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们要想到小江老师正看着你们呢。对于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，山里孩子们的天然简单也一直影响我自己。江一燕确实值得我们尊敬，她是一位摄影师，放弃自己的梦想，曾经默默捐助山区的孩子，并且亲自去山区支教9年，着实令人佩服。在她身上没有娱乐圈那种浮躁的感觉，她的生活方式随性洒脱自在。崔永元曾经公开赞扬过的女人，江一燕曾经和崔永元一起上过一档节目，叫做明说奥运。在这档节目上，崔永元大赞江一燕是最美女星，这是崔永元和江一燕唯一的合照。在一次综艺节目中，崔永元对江一燕的公益行动表示赞赏，崔永元从不轻易的夸人，他唯一称赞的就是这位女星江一燕。江一燕在节目里也表示对崔老师的尊敬，并且对崔永元的风格也是称赞一番。可以来说，崔永元和江一燕就是同一种性格的人，差别不是太大。不光是崔永元称赞江一燕，我相信大部分粉丝都喜欢江一燕。